这把呀，我将一血填词。哎，这英雄除个飓风行不行？攻击距离有点近，五百还是近了。我不站这儿，一会儿从我屁股后头冲出来五个壮汉，我们就没了。我们在这儿站着。 他这个大招就是地下城里的漫游嘛，漫游枪手嘛，漫游与弹药的合体。 没人。呀，按错了。哎呀，这不少兵呢吗？我靠！别！我操！吓我一跳！ 我寻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寻他们家咋还多一个人呢？凭啥多一个人啊？你媳妇儿搁我这边呢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听见没有？给我杀来！ 我可有移动速度的啊 ！Nice， 我现在早点放加血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一会儿放不出来了，有道理没？我就不最后一丝血再放了，哎，我先放。 哈西吧！哎，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我就不带那个既定神弦了，没蓝。 你感觉出火炮厉害呀？哎，你说这英雄，这英雄近身的时候是用刀砍，那出火炮了，多出来那火炮的距离在近身还是砍不？还是小枪？我比如你一枪。 你一个刀也别吃，老弟，你家稻草人搁上路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 他应该设计这个英雄就是一个那种漫游枪手，西部牛仔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滑铲，这个小枪 biu biu biu， 手里还拿把刀，然后又近战又远程的，再打吧。
怎么的呢？打老婆，看着没？找男朋友千万别找这样的啊！好，回家啊！哎，不用回家，你能打不着到他不？我射程太远了，我都摸不着他，不是太远了，太近了呀。给我干他来！俺俩上上上上上上上，俺这拿刀砍他！突突突！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怎么死的？这是给我卡死了，直接我们就把他卡死，看着没？给我也卡了，兄弟，我不行了，我这个，哎呦，250了，200延迟我能接受，250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，说实话。怎么突然之间变成250了呢？200不挺好的吗？真要一直250，真是玩不了。他丢包啊，250。那个光是延迟大，这是直接这就丢包，这都人都看不见就没了。兄弟，我不行了，这把打完我得退了，重上一遍。我这他妈的，哎呀，给我车卡没了！我靠！杀杀杀！虽然我有点卡，给我杀！给你加个血，省着你死了。感动不？我重上一下吧，我有点受不了了，真的，我等一会儿啊，等我把这塔拔了的，我回家我就重上一下啊。先把塔拔了。闪现别入 ！Oh my god！ 我踹你一脚！怎么会突然之间生聘了呢？我怎么被扣着的啊？没扣着。我溜了，兄弟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实在不行了，赶紧让我回家，我这太他妈卡了，给我卡吐了。稍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得重上一下了，看来我这加速器设备有点问题了，我得给它停一手。我换个腾讯加速器试试，我有海豚加速器、雷神加速器、腾讯加速器、悠悠加速器，还有什么66加速器，我都有，我挨个换。等上一个啊，测试服。你们卡了吗？我这怎么看不见弹幕了呢？我是我卡了吗？我卡了。嗯 ，Ctrl 加2，我试了，
人家不要钱，我给人谈钱，人家都直接就跑或者干我，你知道吧？我给人谈钱，人家不要。美福的兄弟可能都比较有钱。108 112 126，哎呦我操，这228就顺畅了啊，顺畅不少，这顺畅不少，这回顺畅不少。嗯嗯，护士村咋的了？护士村打美服吗？美服就不打了，打不了。哎，扣着了吗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扣着这波我们应该是把他杀了。彪彪，不行，这英雄还是得要既定神弦，蓝不够用，即使出了西蓝刀，蓝都不够用，因为你的这个蓝量上限它就有点低。我操，这卡莎打我这么痛，这不能上啊！哇，这卡莎打我有点疼啊！中单卡莎果然不一样。兄弟，不是我不杀他啊，你定住他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那个被动平 A 没出来，没有突进到他脸上，不知道因为什么。我喜欢这个 ADC， 你们知道因为我为啥喜欢他不？这个 ADC 出来指定都特别的猛，就跟那厄斐琉斯似的，但是他没位移，我就乐意打这种没位移的。比如你跟我打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我这个被动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吧？我以为我还得闪一手呢，我以为距离不够呢，你知道吧？这不能上啊，这得等一等。E 技能不算位移，不算位移，这个 E 根本它就不叫位移。大招干嘛的？现在还放不了，等能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没给我这种机会呀，关键是没有人让我打连击呀。你要是想打连击，你就得技能全中，你技能全中你就得贴身，你不贴身你就打不出来，要么你就 QA 慢慢玩，你贴人身你就有可能死，所以你这个贴人啊，你得想好了再贴，你到底是贴还是不贴，这是个问题。这波我给你杀个卡杀好吧，让你看看什么叫技能。
好呀，你看看啊。不行，这他妈的这有点疼的。哎呦，这小子太惨了，一个十字交叉写了个七字儿。就这，那人家是中单，我们那能一样吗？他等级比我高一级呢，还。况且这波咱还没技能，还没放好啊，下波再干他，不着急。下波让你看一下。卡莎呢？来这波再找我一波卡莎。丢一枪，来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旁边没人，干一架来！黑了，哎，差一下，打不出 S。兄弟，咱俩能打不？一句话，就你一句话，你说打咱就打，说打咱就打，你有我有，全都有啊！嘿嘿，操，没有蓝了。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没蓝了，放不出来了，刚才。没蓝了 ，A 了好几下，蓝没够用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搁这看弹幕抠鼻子呢，真是讨厌，挺烦人的。这可是挺烦人的，相当烦人了。这不是魔切了，带气定神闲就好了。气定神闲没带，这蓝上限不够。再把出个火炮试试，你们都走啊，这波我自己来。I show time。 show time， show time， 让我秀一波。稻草人就是你了，来！在不在？丢闪现加血，哎，一 Q 耳链 ，A。带了吧，这总是把人都打死了才打个 S， 你说咱再来个860。这蓝 buff 我收下了，兄弟，来个男 buff。 有没有一种情况又可以带凯旋又可以带气定神闲？我不要欢心了都行，这太过分了。这
我不能全都要吗？比如我再来一波修泰姆给你们来一首，我再来一首修泰姆。人呢，出来一个，与我大战300回合，给大家来一波1打5，好吧。这总是把人都砍死了才能放出大招，确实有点烦。别猜啊，我再来一波，我这无尽没出来呢，这能行吗？我已经无敌了，当我出来的无尽这件装备以后，你可以知道我的虚区到底是有多高。德赛狂喜了，也就德赛能玩一玩了。谁敢在我对面玩的英雄上单，我就把他死给他打出来。我看谁敢玩。哎呦，比如飘，让我秀一波，兄弟们，姐打我都不打掉血，我有这个风墙你知道吧。黑玫瑰将再次绽放。还有没有了？这对面没斗志了呀，这找稻草人的，我这多放几个大招。哦，他放大的时候还能放 E 呢，你们要知道放大的时候还可以放 E 技能啊。才打个 C， 打个 C 不行啊！第一把刮痧，这把咋这么猛？那你不得看战绩吗？不得看装备吗？比如没有蓝了，要 A 两下的。哎呀，我放大，快给我来个兵。旁边没人不让放，这啥设计呢？凭啥不让放啊？我乐意放不行吗？记住啊，这得一定得带气定神闲，没有气定神闲，这英雄根本就玩不了。蓝的上限不够，就跟那伊泽瑞尔似的，蓝上限不够。卡萨丁
丢个钱币，忘丢了，算了，下把的吧，兄弟们。行了，喜欢直播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上角关注啊，给大家。